现在是7点多，我去县城去接我爸，他今天回来。这里，好了，你没点啥东西？爷爷，你老简单了，你少钱了不？起来，今天是10月1号，哎呀，今天起得早啊。哎呀，我的天，这头发该理了。本来昨天、前天、前两天想理的，但是我们村那个他没开门，拖到今天。按理说今天都该理了。看一下我爸在干嘛？你在干啥？我给你煮点饭呢，烧点汤面吧。烧啥嘞？还烧？昨天我爸回来啊，这几只狗的表现都不太一样啊。呀，闲不出来呀！你看那激动的，这小狗看见我很痒，然后捉狗啊。我爸说这个狗啊，这叫的特别厉害。这俩狗还对人可亲了，一看就是一家人。那俩这奔奔，这奔奔跟着小孩儿。我靠！哎呀，我的天！中，出来！哎呀！好，往上踢，往上拉。起来，不认累他也不会咬你。好了，不要激动呀，再踩入地雷了，咦，就越沟拉了一点，可能是。咦，我的天，跑出去了，我去路上去看一下，今天11，路上车多。我知道，我就看看被车没碰住他了。就是叫他问问呗。他都跑到那儿，他现在他都跑到俺奶那儿去了，你不知道这叫狗，越跑越远，他认识的地方越长，他跑的越远。俺捉狗，没回来说小黑还是怪懂事的。昨天晚上这个狗叫的特别厉害啊，这个狗不管是谁啊，警戒心特别强啊，这个小黑优点也是很明显，对吧？缺点也很明显。保英各地。那俩是太聪明了，知道了吧？小黑是人死理啊，关键人也没见过。一根筋，哎，那狗一根筋。嗯。嘉兴那边城管可厉害。咦，那我那可大把兜跑到了店门口边。嗯，哎呀，嗯。那天刘全现在就回来抓了。谁回来了？小黑回来了。哎呀，小黑最懂事了，小黑。我给你弄弄卫生。他想着有啥好吃的，你要一说好吃的，呀，你看，一说好吃的，这仨都过来了。那笨笨意思还没玩够嘞，是不是？嗯，熟悉，嗯。但咱本身都可刺草，这叫狗嘞，反正是。捉狗可精。他不止精，我跟你说，捉狗可厉害。人家捉狗咬人。嗯。你说啥事？昨天晚上我骑电瓶车带我爸回来，到我们村路口的时候，有一只狗追着我们俩。差点来一下，我爸说小花厉害啊，让小花替我们出面解决这个问题啊。笨笨不中，你看。笨笨老偏见，笨笨会咬尾巴，笨笨。要打口哨，这狗一般打口哨比较好。你不要打口哨，那因为口哨谁都会打。我一打口哨，它的这个。一把都咬起来，叛徒呢？笨笨就是叛徒。比较兴奋。给，你给小黑主要是。他
削他，他欺负他，他俩欺负他，他削。那他也没法儿。他名儿他都叫，他都有公共语言，不真的人名是挺难。来，看过吗？有家伙笨笨吃住了，嗯，要扔远一点，要小黑吃。嗯，留吧，留我一会儿。给他呗，给他呗，咱俩够走。他没吃上一个。他药都没吃上，你没敢。他一等一阵儿，他就叫他。等一阵儿，他哦。你看这边吃上了。狗胎是跟那树汉，跟那一样有厉害。嗯。那树呀，你看纯树都是长不高，别让吃。然后我把他们院子里面先给他们整理一下，整理完他们的院子，然后再说吧。不会讹了，他们现在不会该院讹了。然后今天是国庆节嘛，我刚才就费了好长时间把他们这里面卫生全部都给搞了一遍啊，搞得干干净净啊，还有他们吃饭的这些啊，给大家看一下啊。然后我们从这个门这里来看啊，这是谁？这是笨笨，对不对啊？今天早上谁拉到这里了啊？一点都控制不住，对不对啊？是不是？好了，可不敢叫我的嘴往你，我不是我的嘴，我的手往你的嘴流放啊，给大家看一下啊。然后这里面啊，就卫生给他们全搞了一遍啊，请大家检阅啊，十一快乐，对不对？然后让这些毛孩子也那个卫生，他们的居家环境卫生给他搞得干净了一些。哎呀，然后把他这个脸盆都给他们洗了一下啊，看到没？洗的瓦光锃亮，那个水也是换的新的啊，这个都是给他们换好了啊。嗯，都可以吃饭了，到时候在这里面，这里用水冲了一下啊。我扫了一下，然后这里面就是这样，那里的话没办法，因为那个要有点泥土嘛，对吧？这里就是这样啊，就是缺一些绿色啊，到时候有机会再买点盆栽放这里，到时候这里面就更好看了啊。然后刚才我把他们叫了回来啊，关上了，为啥关上？因为现在十一嘛，路上车比较多啊，为了他们的安全着想啊，跑了一个多小时了啊，也够意思了啊，在外边，特别是那笨笨啊，不知道大家今天都去哪里去玩了啊，开心不开心啊？十一路上人多不多？反正我是出不去，对不对？家里有这几个孩子，哪里都跑不远，就是这样。嗯，然后我现在到楼上了，到了楼上看狗狗。哎呀，给你清理一下吗？你现在食量变大了嘛都，吃的是越来越多了，哎呀，今天给你加两块啊，放进去，今天给你加两块。然后这个饭已经给他配好了啊，已经给他，来过来，咱们吃饭了。这个盆子啊，还有这个碗啊，都给他刷的锃亮锃亮的啊，然后吃他。国庆节的第一顿饭，对不对？国庆节啊，十一国庆节，与国同庆，对吧？我是与四个毛孩子一起同庆。
还有我爸。咦，我天，好吃吗？估计这顿饭啊，有滋有味的啊，有罐头，这个这是牛肉干吗？我也不确定啊。这个狗粮啊，简直是绝配了啊！哎呀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？看毛豆吃饭是一种享受啊，因为它吃的特别的香啊。呵呵，我这边卫生都给它搞好了，然后那个吃饭的还有喝水的都给它洗得干干净净啊，以后对吧，都要按照这个标准，对不对？就把卫生去给他们搞好，对吧？这样他们吃到身体里面，对吧？是健康的嘛，健康的就不会生病了嘛，是不是？嗯，毛豆儿。嘿嘿，对开呀。我发现他现在食量好像确实变大了，我昨天好像也给他的这么多，他一下子都吃完了。我记得前阵子他没这么能吃啊。把这个水给他挪一下，哎呀，不要太近了，太近的话他的毛会飘进来。嗯嗯，他现在他吃的这个量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这量是有半斤多了吗？这个狗粮都有半斤多了，那家伙现在感觉比楼下那几个狗还能吃，不知道为啥，因为楼下那几个狗说实话我感觉说不出来的感觉，是不是谁给你偷吃了毛豆啊？谁在楼上给你偷吃了，搞也搞不清楚了。等到天气再凉点的时候，估计到这个月底了，然后到时候看一下这个怎么给他解决他睡觉的问题吧，对吧？现在的话倒还好，对吧？嗯，就是这样啊，让他在这上面吃饭吧啊，我也要吃饭了啊，然后祝大家国庆快乐啊，今天视频就先到这里了，拜拜。大家看它那里面多干净多卫生，哎呀，这外头也是多干净多卫生，干干净净，就犯下雨天。